你们好，啊，怎么样？跟这儿生活还习惯吧？啊，还行。啊，哎，你是被分到羊圈去了是吧？是。啊，那工作累不累啊？能不累吗？你看他手都冻成啥样了。哎呦，我看看。哎呀，你别动，别动。哎呀，你看你，你就是生活没有经验。咱们这儿吧，最怕得的就是冻疮。没事儿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这得冻疮啊，它很容易流水，然后长冻疮，又疼又痒的。哎，我那正好有冻疮膏，你上给我拿去。我看你这冻。志远，你干啥呢？油你还不抹上？你看这都肿起来了，是不是？以后冻上你就得拿血。哎呀，你怎么才来？刚出车回来，我给你带了点肉松，在宿舍呢。那还跟这儿吃干嘛呀？手怎么了？没事，冻了。少碰点烂东西。走，菲菲。哎，小菲菲，那个小凡和乔海洋他们俩什么关系啊？他俩还那啥关系？同学呗。师傅教我一偏方，说治冻伤效果特别好。来，手泡着。我这就是教训，冻伤了多麻烦，你可得小心点儿。你的手本来就伤了，再一冻会影响拉琴的。您就知道拉琴，你怎么不想想现在冻伤了多难受？就是知道难受，所以怕你受这份罪啊。让他想想办法联系部队文工团，一定有这实力。跟这儿连枪都摸不上，进部队妄想。要不你回城？回城？我跟你一块回去，我陪你，咱俩一起练琴。你们俩的户口和粮食关系全跟这儿放着，回城吃什么喝什么，喝西北风去。你琴拉得好，一定有人要的。我就现在这模样回去，没人敢要。要不怎么说啊？说，你才是个。可是人总是要有梦想的呀。有梦想没错，但是不能变成梦游。说有一人得了梦游啊，特别痛苦，怎么治都治不好。这时候他遇见了马克吐温，哎，马克吐温一句话就把这事儿给解决了。你说他怎么治的？你少跑开话题。辣椒水，哎，问题您这个话题他无解，我只能换一话题。哎，说真的，你到底想不想知道马克吐温是怎么治的？你直接说答案吧。马克吐温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。
你还说你才是大傻子，你是大傻子，大傻子。我发现，在新来的知青里面，存在着不安心边疆建设、留恋大都市生活的消极情绪。留恋大城市？哎呀，这帮孩子都没离开过家，他就想家呗，你这玩意儿。哎呀，不是那个普遍的那个想家的情绪，我是说，有极个别的人，他们对现状极度不满。那就是对兵团的极度不满啊。啊，那这种情绪如果任由它蔓延下去的话，那将会影响一大批的知青啊，这不是小事儿，连长。不是你说了半天，这谁是啊？乔海洋，又是他啊？哎呀，不是你别整瞎整啊，这玩意儿得有依据啊，啊？我是亲耳听到的。你说他现在写书都写了，按道理他不应该这人呢。哎呀，连长，这啥事儿不能光看表面啊？你别教训我。我说光看表面了吗？我说的意思啊，不能听风就是雨，得有依据，你知道吗？把这扣给我解开。死吗？哎呀，你本来完了死扣。回去。是。这倒毛帮。你几个回去把那个思想报告再写一遍，听见没有？得。来，哎，张子，行，赶紧回去吧。走啊，副排长。啊，对，张子啊，这两天没见，怎么的？又到连部领表扬来了？表扬？老实点。表扬个屁呀！前几天才挨大嘴一顿批，说我不注意这些战士的思想动态，不能发现不安心边疆的思想苗头。官僚主义，你说我一个弼马温哪来那么多事儿啊？我管好那几匹马，别断了供应线就完了呗。啊，没事我还天天找他们唠嗑谈心才算数。那说不定还真有几个你没发现呢啊！那有点什么活分思想的，给你整点幺蛾子啥的。那俗话说了，火炬底下还有阴影吗？啊，可得了吧，就马号那半分地面上。我闭眼睛都能整明白谁咋回事。永山同志，经验主义不就是闭着眼睛才犯的吗？你咋就能知道那几个一开始不服从分配呢？
后来没办法再过去的。那他们现在心里想啥呢？他们就能心甘情愿吗？范排长，对马浩的事儿，你好像比我整得还明白啊。同志，要警惕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啊。赫鲁晓夫。你怎么认识我？爹在家老提起你呢，还夸你呢。我叫樱桃。你好。你拉的这个真好听，你还能再拉一首吗？那您想听什么呀？啥都行，你拉就行。小海洋，你还想不想在这干了？啊？不是，怎么茬？我不想跟这干了，怎么了？你知不知道这啥地方？马号。我听过对牛弹琴的，还没见过给马拉弦子。咋了？马号放不下你了？咱东方红一号不是上天了吗？你坐东方红一号上天上拉去，那多好，全世界人民都能听见。莫名其妙哎！注意态度，好好待着。甩什么词儿啊？大嘴能踢你，我也能踢你。我告诉你啊，把你分到马号来，你就不乐意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你不乐意来，我还不乐意要呢，你知道吗？我说错还是冤枉你了？好好待着。干啥呀？吃枪药了你？谁抢你家地了？谁占你家房了？小丫头骗子，没你事儿。不是，好好待着。我冤枉你了吗？我这是马号，知道吧？马号有马号的规矩。你就是给我喂好马，听见没有？别整那破玩意儿！你说你整那玩意儿鬼哭狼嚎，你把我马再整惊着了怎么办呢？我看不过去了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到底咋回事啊？他到底咋的了？你劈头盖脸就是一顿，有你这么当排长的吗？行了行了，你一边去！我告诉你啊，从今以后，小海你不行再拉张板。好，这样，左右您瞧我也不顺的。您干脆把我退了，我谢谢您了。退回去。晚了，这啥地方？兵团、部队，分你来马号那就是军令，你知道吗？军令就得服从。在我马号当兵就三条：把马喂肥了，把车赶好了，把货给我按时按数的送到地方。其他的，白扯，知道吧？以后我要再听见你拉这破玩意儿，我把他推了当柴火烧，知道吧？啊？咋了？咋了？吃香药了？爹，他吃香药了。
我还真就不想干喽。报告，进来。连长，我不想跟马浩那干了，我请求您把我调回去，调回学校去，我要回北京。你说什么玩意儿？我说我请您把我调回学校去，我要回北京。反正您瞧着我也不顺眼，你们都瞧着我不顺眼。不是，我看你不顺眼你就走啊？啊？对。哎，我说我先不说你能不能走啊，你怎么就不能让我看你顺眼点呢？啊？我怎么还找你呢？怎么的？听说你这还有点歪财呢，啊？想到部队文工团，啊？这家是你这啥时候走啊？我给你开个欢送会啊！我没说我要去文工团啊。去文工团是好事，怎么着？那是艺术家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比你在我跟车强啊！你整一个文艺工作者，你是不是？没说我要去文工团，我要说假话的话，我是孙子。您把我调回去吧，我就回学校，哪儿都不去。下决心的想走。对。好。可以走。上哪儿都行。但是有一条我告诉你啊。只要你在我这待一天，你就得给我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。少跟我嘚瑟。你这个臭毛病不改，到哪儿都没人要。马上就拉干备粮了，我想给你搭个新手，不是，搭个熟手，把乔海洋。